名字吗？你我没有。今天我们在这个天气非常好的日子，来到这个 Scotty 潜水中心，目的呢是教导他们这个潜水的课程。 他们必须非常有纪律和努力地去对待他们学习和考试，这关系到他们的安全问题。而我呢，就在这儿确保他们了解整个潜水的课程。Okay, so to become an open water diver, you have to do a number of things. First of all, you have to complete the knowledge reviews in this book. You have a little test at the end. Once you've done 4 tests. You have a final exam of 50 questions. 我承认我们的老师他很帅，他是一个英国男人，也很年轻。可是我觉得像优雅和 Tiffany 这样子，就觉得说啊帅哥，然后一下课就去跑去拍照啊，然后就跟帅哥合影啊。我觉得这种东西我没有办法理解。下海底耶，拜托，这要对自己生命负责任。最讨厌读书了。 哎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拍几张烂照片呢，还要考什么试啊？可能 Gigi 的英文不太好吧，所以他在考试啊，或者是我们去做练习的时候，就不停的在抄我，然后不停的问说，哎，这个怎么样？这个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我就这样子好烦。来自日本的女孩子，她非常的认真，而且她很专注的在上课。另外呢，就是我们带过来的一个模特叫陈爽 Candice 的模特，她上课的时候也很认真，所以我觉得他们是真的有对他们的工作是负责任的。 按住这个鼻子，呼出来，这样你们里面就会清洗掉那个雾体。Number 1 rule in scuba diving is never ever hold your breath. 你们不可以。有一个好消息和坏消息给你们知道。坏消息是，只有3个人合格。 另外4个不合格 ，Carol， 恭喜你，你合格了。第2个合格的是陈爽、红红。第3个合格的是优雅，恭喜你。其他的不合格。如果我可以考试考得很好的话，干嘛做模特啊？我都可以当状元啦，真是上火。就一些傻乎乎的中国模特嘛，自己的生命都拿来开玩笑。 他们还是对整个潜水的知识还一窍不通。竟然有一个女孩不会游泳！我知道啊，你哪会游泳啊？但是我们在网站上说的很清楚了，一定要会游泳的。不知道在想什么呢？ 虽然他是不会游泳，但是我并不认为他在说谎。一娜他跟我说他会游泳，我怎么知道他来了之后他会的是狗爬式啊？我还是蛮佩服他的，因为下到水底的时候真的是有一点恐惧。他不会游泳，那就更恐惧。不过他能够克服自己的一个心理状态。而且我只是想要一些正常的照片，之前我也没有看过你们那些网站。 可能这也是我们之间沟通的没有详细而不清楚，但出于我自己个人的责任，我有义务教会 Tina 游泳。好，听着，你们这个水底训练有3个训练，第1个训练就是憋气训练，第2个训练就是潜泳，不能换气，从一端游到另一端，再从另一端游到起点。第3个训练就是到底端，水底的底端，抓住那个把手。 来，我们开始。随着现在我们训练的时间越来越长，我越来越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对我们来说很重要。你要去学习好怎么样把你的耳膜保护好，怎么样可以让你调整好你的呼吸，可以稳定下来。不然的话，一旦出现压力或者是你没有办法好好的适应的话，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，可能你的耳膜就会穿掉了，可能你就会大脑缺氧，你就晕过去了，你就上不来了。 我我就感觉我到了军营里面一样，我天天都在军训，我天天都要去 training， 然后要去憋气练习，要去健身，要去跑步。我每天回到房间以后就累得跟一滩烂泥一样。我现在就好像一根橡皮筋，我随时都要断了。其实他们今天的第一天表现不是那么佳，每个人都不超过30秒。我想他们还可以进步一些，再给他们多一点时间吧。我每天一想到 training，Oh my god， 要死了！超酷的，我好想拍那个。对，为什么我过来以后，我要一直在训练？我快要受不了了。我觉得迪瓦他在骗我。说实话，我觉得 B7是我最弱的一项。